大家好，我们是我有冰淇淋。我是 Benjamin， 我很喜欢在网络上或报纸上查询一些新闻。我们参加这次 DSC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网络报纸上发现了很多不实的新闻，这些不实新闻一定会造成部分民众恐慌，尤其是青少年。三家报社对同样的议题做出了三个不同的结论，可见假不实新闻的普遍程度很高。我们希望帮助大家找出不实新闻，并排除这些会阻碍我们的新闻，也让所有青少年不要一直被假新闻骗，不要让政治人物被误导。我们更希望那些散布假新闻的人可以受到惩罚，以及他们应得的结局。我是 Ryan， 在这次的专题中，我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，例如查不到相关的资料，又或者说无法在一堂课内一直有效率的将文件完成，毕竟一个礼拜也就那几堂课，而且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导致我们联络困难。即便我们遇到了那么多的困境，仍然努力的将这份报告完成。我是 Charlie， 我喜欢用网络查询一些网络的讯息。虽然我们在制作这份报告的过程中，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绊脚石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调，例如进度迟缓，或者是会议时报告的内容不完整，但最后呢，我们还是利用了团队合作的精神，把这份报告制作成了完美的作品。我是 William， 在这次的专题活动中，我理解到了团队的重要性，有队友可以一起做，动作会比较快。有时候自己查不到的东西，队友可以提供一些想法，或者是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。队友也可以分工合作，有人可以去查资料，有人打字，有人提供意见，让效率变高。也谢谢队友们在这次专题研究的帮助，让我们完美的完成了这次的活动。嗨，我是 Michelle， 我通常都会在网络上查询新闻来了解时事。但在这次的专题研究中，我们发现假新闻真的越来越多。在网络上阅读报章杂志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应该要更加的小心谨慎，多思考批判文章的内容，比较不同报社的文章领取和结论，不随便分享网络上的讯息，也可以多多利用官方的查证平台，例如台湾事实查证中心，阻断假新闻的传播链，也不要被假新闻牵着鼻子走。打击假新闻，大家一起来。